手的搅拌，搅拌让叶片跟叶片。冠军茶主和现场民众讲解茶叶的制作过程，也有平林在地茶师泡冬茶给大家喝。新北市连续十年获得全国制茶技术竞赛冠军，市府特别举办展览活动，推广新北地区优质的包种茶。我们每年在调状茶几乎都是已经连续十年冠军，我们表示我们制茶技术非常的优秀啊。那平林地区也是我们地方创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。那我们其实可以发现，因为我们因为大家的支持，所以在包种茶这个领域啊，那我们除了原来的产业以外，我们慢慢也有一些年轻人也慢慢回到家乡，能够把制茶这样的一个工艺把它继承下来啊。哇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可口？新北市副市长和来宾们现场包寿司，不只推广新北好茶，也要将茶香入菜，找来知名主厨利用蜜香红茶包种茶，制作成日式及中式两种创意餐盒，并且透过举办展览，希望让更多民众来认识新北好茶。人间卫视吴欣传新北市采访报道。